爆浆爆浆，拢会喷汁的，这个实在是足好食的。Smalling 的挂挂挂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今日你过来足暖的高雄，任务就是要伫个自强三路食几工，第一间先去食。厚德福好了，这间是恁叫我去吃的老店，是北方面食馆哦，生意有够好的啦，这的饮料啊、豆奶啊、茶拢会当一直啉的。哦，袂歹啉的，乌茶、红茶，不好意思，用 black tea 的思维。卡迪卡迪，早餐店的感觉。哇，阮两个人点四种无同的皮的料理，有土豆皮饼，有这个是甜的，还有牛肉卷饼、猪肉阿饼、鲜肉汤包啊。爆浆爆浆，上40度一点 ，OK。这个酱会当啉的，嗯，来吧。椰汤汁有高汤的感觉。啊，咱这足侪汁的，足足侪。阿饼甲拄只迄个汤包的阿，拢是同款的调皮，拢会喷汁的，然后把足实在的。哇，好多肉，这个好食，这个好食。食了头前两个小厉害的汤汁，即卖卷饼的酱就变较普通的。我介意个皮诶，一点仔脆脆，一点仔口感嚼劲，这个皮足香，我介意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一个飞饼诶，飞饼是虾米？是飞饼。哦，足脆诶，这个实在是足好食诶。真的？嗯。内底看到酱，很赞。唔是放一点仔料，是满满诶，看到酱伫内底。好，获得服务诶食物是袂歹食哦，特别是。甜的飞饼就好吃的，然后环境是伊的缺点吧，我有看到不甚清气的所在，所以就 next。后一个是恁介绍的越南料理阿莲河粉。哇，这个粤式虾饼太大吧？看我的手的比例，虾米蛙哥啊！然后这个是鸡丝河粉，高蘸塔。咱家己去摕高蘸塔，高蘸塔其实伊内底吼嘛是有足多高蘸塔的。嗯，我现在好讲的就 OK。然后这个一定是这个鱼露酒，这个皮的色唔色的，足特别的色的。一点仔脆脆，然后你感觉我家乡的多色的感觉？用一个比较多色，你记得吗？但是这个多色是脆的多色，还不错哎。好，放菜里面。哦，加了酒，够提味，嗯，就是本体，一定要加。这个黑饼的花就有一点特别，有 surprise 哇！我来讲什么？先把发料先去休息一下。Next， 嗨，这摆是暗时11点，要吃宵夜咯。宵夜就是大家叫我来吃暗时才开的老二腿裤饭，必点一碗腿裤饭。吃饱才睡 ，OK， Go。这间店的菜单是无咧写介绍的，大家点的时阵一定爱先问一下。这个蚵仔煎蛋，我预计是150块左右。哦，这个看起来足简单诶，只有饭加腿裤，然后腿裤看起来是有一个皮底皮，搁加扇巴，这么简单试看看。哦，应该是卤甲足久诶，有嫩哦。然后伊个卤汁是好食的，就是下饭的。嗯，一定要吃皮啦，哈，唔卖白鸡伊个精华。嗯，哦，欸，它的皮很好吃诶，就有比入口即化。哦，这样子来猜哈，煎鹅啊蛋嘛，我问他蛮多种。来，嗯，我介意，内底有足侪足侪鹅诶。嗯，嗯。这皮也加力，吃好多，吃到晚上。哦，拄只结账的时阵才发现，我吃了199块诶，啊，超出预算。明仔怎样？就吃少一点啊。应该，欸，你的钱包咧？OK， 继续自强三路，吃。今日就是要来试这个高雄人讲一定要来吃一碗的萝卜饭，
南通卤肉饭，是这样讲吗？啊，我不是点卤肉饭吗？你看有一个很大的空霸，但是它也是有卤肉的，然后边有这么多生菜这样。好吃耶，好吃好吃，是 OK 厉害的空霸，你要吃卤肉饭。拜拜，你就是愈食愈枵的一种，一种，这味足够的，就是老食互你满满。啊？哎、欸，停不下来。我阁有点小菜，这个敢那茶碗蒸，这个是倒瓜子加狮子头。我是台语，你会怎么念？山鸭头。嗯，那伊个老食的味甲惯，有入味的，内底足咸的哈。那是很甜的油豆腐，回去查一下。你台语退步很多哎，你很快就会变主角，然后我就不是播台语台的主角了。原来是这种吹能啊！嗯，哦，很嫩哎，成功的茶碗蒸。嗯嗯，蛋汁袂歹。哇，吃个差不多咯。哎呀，拄只无点汤哎，其实应该点一碗汤哎，因为伊个卤汁。比较咸安尼，即届嘅珠江沙龙诶美食 explore 就到这，后届继续 explore 有诶无诶，后届见，拜拜。